2033年4月8日，夜里1点10分，这里是隶属于 X 基因科技的第七生化研究所。根据物流记录显示，这里是引发 Z 型传染病的药剂样品发货地。现在，这里是一片狼藉，人员应该已经全部撤离了。但愿我能找到一些线索。什么声音？前面好黑，希望不要遇到可怕的东西。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未检测扩散，请做好。这是什么鬼地方？不要惊慌，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人会变成这样吗？妈的！这些疯子到处咬人，他们没救了。只有砸烂脑袋，才能真正的杀掉他们。兄弟们，现在身上装的脑袋呢？一个也不要放过！紧急通知。全体人员请注意，不管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，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这里到处都是变异的人，千万不能被他们传染。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未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，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
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，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可怜的家伙，你们这些可怜的家伙！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，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正是我需要的。我应该回头吗？还是坚持？
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，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躺下吧。程程姐的厉害，怎么回事？我得进去看看。
果然来过这里。
叫你脑袋开花。
我可不要变成这样的怪物。